各位记者大家好，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交流大家所留有的印象一样，这个主要是呢我们跟随着常浩在过去的常浩九段他的职业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呢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和交流。事实上呢我觉得是这样，我们过去看了很多精彩的棋谱，但是呢好多精彩的片段往往是黑一白二这样就过去了，是、你很难把它说得清楚。对，那么这个黑一白二它的背后棋手的情感、棋手的感想，还有对整个棋局胜负的影响，往往呢顾此失彼就忽略了。那么我们这一回呢借这个机会就专门来聊一聊，挑一些这个局部的画面、局部的棋理来聊一聊。这回常浩九段你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棋？这次呢是给大家准备的是1997年天元的决赛啊、当时我是挑战马晓春老师。为什么挑选这个就是这个比赛呢？因为天元赛的决赛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有几个原因。第一呢，这个是我第一次的就是翻棋的冠军。翻棋冠军。对。之前我们介绍了95年我是全国个人赛的那个冠军，但是对这个翻棋的冠军的分量有可能就就不一样点，而且呢就是多局制的，对，而且对手呢又是可以说当时中国最强大的马晓春老师，而且是觉得是很难逾越的一座大山。是是是。那么这个就是天元赛，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天元赛翻棋的第几局、对，这个是天元赛翻棋的这个第三局。前两局呢我们是下成了这个1-1。应该说这局在理论上也是天王山之局。最重要的。对。五番棋当中1-1之后的第三局。第三局。对。现在的这个大局盘上的情况，常浩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盘棋呢是我拿白棋，拿白棋。现在呢是该轮白棋下，可以布局阶段呢，可以双方呢下的都是算是比较平稳的，比较平稳。这一带对平稳，五右角是，然后二尖高刮了之后，对这边也是比较的，对尖起来的靠完了的定式。可以说呢，跟当时的这种对于棋的。的理解认识行为规范，对都是有原因的吧，对是符合当时的那种这种环境的吧，可以说。对当然因为当时呢也是天目贴子制度中的、我们是天二又四分之三子、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五目半，五目半，那现在等于是相当于七目半，所以对对于黑棋的压力也会更大一点，就现在来说。是当时呢应该说五目半对于黑的应该还是好下一些，好下一些。实战后来这个地方白棋是怎么下的？对这盘棋呢应该说现在的局面前面说的是非常接近，普通的白的呢有好几个选点可以选择，比如说普通这步长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影响大局，对对，这手棋或者说猜二也是可以考虑，很实惠，对也是比较实惠的一手，等等啊，因为大场很多，我觉得从现在看有可能长线更加，对这个非常好，对，而且这个符合你的棋风啊，是是，其实我第一感是这个，我有想，因为但是当时阴差阳错的就是想先去点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被冲过来这肯定是不行啊，可能太大了，我觉得啊当时想点一下。第一点呢我觉得对于黑棋的眼位呢肯定可以聚焦了一下，对，因为如果不走的话呢，当然觉得白黑黑的以后一跳，这个呢，对，这是将来了啊，将来以后黑棋这块棋的眼位肯定是有一些帮助的。另外呢，隐隐约约如果说能点着的话呢，隐隐约约以后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等等的等等的有一些的关系，当然现在有可能还不够成熟，但是以后也有可能会有。换句话说，当时以为就是那一瞬间的闪念，认为点他一接总是好的，总是好的。然后呢，对手又是不能被冲过来，对，因为冲过来是目数又很大，而且当时呢，可以说也知道马老师啊很喜欢时控的机制，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被冲过来的，对。对当时就是这步棋可以说时间下想了也不是很多，对对对点了，对当时的这个棋谱记录也显示这道棋没花多少时间，对但是这就造成了一个我们围棋盘上啊作为职业顶尖高手他们之间创造的一个幽默，
因为接下来的一招其实太简单的一招了，对，可以说也是常用的手筋。对对，我们摆给大家看看。常用手筋就是黑棋接受挖一个十号棋，马老师这步棋其实下的也非常的快，你看，一下完，其实我马上就已经感觉到出问题了。对对，但实际上常浩，我觉得在这个棋形当中，不要说当时已经成为年轻顶尖高手的你，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个棋盘的盘面啊，我们广大的棋友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手筋。著名。反过来说，因为它著名呢，非常简单。对。那么，我就想说，我们职业高手有的时候在心理状态的这个调节过程当中啊，会出现一种盲点，对，一种视而不见的那种错觉。当然，你如果说从做一道题来说，或者说就是说事后别人下完之后，那你肯定能感觉得到。但是在当时的对局的时候呢，可以说我出现了这个失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棋啊，就是说自己对围棋理解在这个方面还是有所欠缺。啊，所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对，我觉得还是就是我总觉得这个偶然性里面啊，其实是有必然性的一些存在。哦，所以说我当时的这步点看上去是随手，你可以说是随手，嗯，很简单，简单的失误，嗯，但是一定就是我本能的感觉，嗯，还是不够敏锐，啊，对，不够敏锐。对，如果说是一个很敏锐的话，我就应该能感觉到这个点黑的是不点不着的，点不着的黑的是挖啊。所以在这种敏锐的程度上。其实是当时我是一个相对薄弱的一个地方啊，对对对，这么一说呢，希望给我们广大的棋友啊，今天看咱们这个节目的棋友也留下一些印象，就是我总觉得常浩，你看对不对？就是我们看的围棋啊，无论是高手的还是我们大家下的棋，这些棋一招一式，它的背后呢，最好都能够立体的看到，是，而不要很平面的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嗯，对，不要那么简单的看，对对，它背后有很多故事。对，我们这个变化摆给大家看看。这个挖呢，变化是这样：如果说白棋打吃这个，嗯，那黑棋再粘住这个，这个时候由于这两个交换，白棋必须要花一手去提掉，要把黑的长出来的手提掉。这样虽然提掉一个子很厚实，但毕竟落了个后手，落了个后手，对，对，也在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布局上太慢了，对，落后了一步，或者说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等于是黑棋，如果说白棋点着了，现在白棋往这儿尖了一下，对 对, 对，黑的扑一下虽然损了两目棋，嗯，对，虽然损了两目棋，但是毕竟两目棋可能还不见得到，但毕竟一手棋，因为白的这个地方本身就比较厚实了，是是是，如果说白的这地方本身薄，那不怕黑的挖，比方说画个示意图，比方说是这样，啊，不一样，这样有可能就黑的就不会怕黑棋挖这个，对，对黑棋挖无论白棋外打或者里面打的话，是是是，啊，这有可能都可以，就是因为这个恰恰因为这个地方啊，白的已经很窄了，已经比较厚实了。所以黑的从这个地方的打入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没有了。对，所以这时候一挖，那我实战呢是吃这个，只能吃这个，然后退一个，然后我粘一个，就是还是希望保留着这个几段的一些关子。对，但是黑的肯定不硬了，因为本身白棋这个几，这个底下的价值并不大，而且如果说以后白棋几段的话，嗯，黑的这一抠吃。对于上面其实白棋也是一个损伤，对 对, 对。另外一点呢，这个几段以后黑棋打拔白的很痛苦，对。这一打拔的话，这个我顶还要拐这个，因为我如果不拐的话，这个黑棋这地方还有一个点，或者加这个白的都不行。对，所以说本身这底下的价值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对。啊，所以这个话题就是这样，就在那高手有些招法，他的背后有些微妙的心理活动去指使他，去引领他。那么我们看到有些招法，也许看到，哎呦，就发现这个手筋这么简单的，结果这个长号九段怎么没下好啊？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对，恰恰无独有偶，在这盘至关重要，在当时啊至关重要的这盘棋的后盘。马小春老师也因为同样的微妙的心理活动的原因，他也下出了一招很奇特的棋。对对，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现在呢，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常浩挑战马小春的这个中国天元战天王山第三局的后半盘。
陈浩，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续盘阶段你的一个点刺，对，然后被马老一挖，对，马老抓住了这个时机，给我们亮了一个手筋啊，很漂亮。那么现在这个画面呢，就是下到中盘了。对，全局的大体上的脉络，你给大家简单也议论一下。应该是挖完之后呢，黑的肯定是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在实战中呢，中府的时候呢。马老师下的呢，有可能保守了一些，有可能有一些优势意识，优势意识啊，保守一些，所以下套这个局面呢，应该说是一个局面很微细，很微细，对，很细。这个就是简单的，好像点控来说呢，白的控还可以，还可以，但是黑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厚实，有潜力，还有就是给大家叙述一下，这一块是白棋的控，这一块是白棋的控，对。黑棋呢，这个连边带角这一端全是空，对，这个角是铁空，然后中间这一带有潜力，有潜。最关键一个因素是白棋这一块棋啊，它等于你要说吃它很遥远，对，但是它毕竟是没活，没有活，但是它毕竟没活。周围呢，黑棋如果将来能够利用这个做文章，它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这个利益积累起来，也可能就变成黑棋。然后这个地方呢，还有一点就是白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冲，黑的这四个是不必须要要啊，对，是不能那个的。如果顶住，那白棋这一冲呢，有可能这两个字也还是含在嘴里，含在嘴里。对，这是白棋潜在的目数。对，当然一旦被黑棋从这一带冲出去，对，黑棋这儿变强了，这块棋就因为我这个地方白的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入，就没有特别的阳关道吧。对，哎。总而言之很微妙，那么下边实战一招棋呢，马晓春老师下的就很有意思。对啊，现在是该黑棋。黑棋，对，这个我们打棋谱的时候看到这招棋还有点不太明白，长浩他是什么意思啊？他其实就是一个先手。一个先手。对，本身先手，因为说如果本身你不走的话，黑的这一击。那就出问题。就打劫了。对 对, 对。而且这个所以说白棋肯定是要补的。对。那么作为高手来说，他为什么又不先挤呢？先挤呢，就是总觉得俗手有撞气的这个嫌疑，撞气的嫌疑。对，高手的习惯当中没有这种。对，这个自身好像有一点撞气的时候。但实际上，其实这步呢，不打也可以，不打也可以，不打，反正不打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然后呢，如果要打的话呢，这个时候呢。黑棋呢，他是应该打这个，先冲，这个非要不可，这个我肯定赞同，我不可能为了他这个后手对吧？这个先被先手踢掉受不了，那肯定要粘住。这样呢，如果他愿意的话，黑棋对现在打，这是白棋没得动。对，当时马老师其实这本身是不好棋，他想考验我一下。这时候我有点是不是补在什么地方了？对，一般来说呢，是粘这个，但粘在这儿呢，总觉得这个被黑棋先手便宜，而且这个四不粘都。不过这个是他的权利。对，都没有挨着黑。但是如果说你走这个呢，本身有可能也有自身撞，白棋自身有可能有撞气。也有撞气的可能。对，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是黑棋的一个权利。哎，而且打掉呢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如果白的不硬的话呢，这个挤的打劫白棋是无法承受的，因为这个撞紧了这一马上就打了。对，其实本身比这个已经要好，本身走这个我打劫我是可以粘在这儿。哦，对对对。就是说就是即使就是白的，当然白的还是会硬，如果说白的不硬的话呢，这手棋黑棋也应该先是冲吃了再打。这地方很微妙。很微妙。对，但是有可能呢，对于职业的这个我觉得高水平的时候，有可能这些微妙的地方就有可能会对胜负产生一些影响。对。尤其现在的局面是非常微细的时候。是是是。我们看看实战吧。实战他是马老师打了这个。打了这个。你走了哪一个？我是走的这个。那这个和刚才我们那个图有什么区别？这个的区别就在于黑棋这步冲吃跟白棋啊这个交换不着了。这两个手没交换。这两手呢不是说逆收一两目棋的关系，最主要是差一个眼。也就是说白棋一圆到这的时候，这块棋已经是铁活了、啊，因为你冲吃呢，我这两个子是可以弃掉。前面说的就是说这手没有的时候白的是不肯走这个走，这样先手被提掉这个。对对对啊，先手被提掉而且还没活。对对对，所以呢白的肯定是粘这个，嗯，但是呢由于马老师这手呢他没有交换，我是可以补在这儿。嗯，对于这块棋的
生死产生了影响。因为接下来这个尖当然是黑棋的权力，嗯，然后呢这一手很大，嗯，这一手冲了很大，因为冲了之后呢黑棋可以单立的官子的好手，白棋是不能挡，白的挡的话呢黑棋一吃这地方有个点，哇这还有个点，所以呢我只能脱先不应，嗯，啊不应，以后呢黑棋吃这个的时候呢白棋是走在这儿，一个就是很怪的，哎，对，很怪棋呢，两边都护住，所以这个官子很大，嗯，但是马老师一走这个官子呢，我接下去我就可以把这个走掉啊，对，这个是一个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对，这两骨牌效应，由于这块活了，这块活了，我就可以走这个，哎，然后他一吃，我就是粘住，他再一吃，然后他马老师再吃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吃掉，吃掉，嗯，由于这块棋呢，他在我已经活了，对，嗯，哎，这个图例啊，给大家看就看得清楚了。刚才非常微妙的一招棋，如果白棋是黑棋是先冲的话，白棋没有这个眼位，下法就不一样。我觉得常浩，我们能不能这样总结一下，嗯，等于这盘棋啊在我们中国近代棋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天元赛可以说是世代交接，对，你赢了这盘棋，最终你把马老师从天元位置上拉下来了。对，因为当时呢也有很故事，因为马老师虽然96年在国际比赛上呢两个决赛呢输给了李昌镐，也很可惜，嗯，但是在国内呢，嗯，对，还是君临天下，马老绝对是一座大山一样对，一座很难感觉上逾越的大山。但是到97年年初的时候呢，我跟王磊呢我们两个人呢，嗯，相距对于马老的宝座形成了冲击啊，冲击挑战，所以这是我们一个70年代有点想吹响了一个冲锋的号角一样啊，对的。当时呢，王磊呢是挑战霸王赛，嗯，那我当然是天元赛，嗯，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是，我觉得是一个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比赛，而且很凑巧吧，就我跟王磊也是当时住一个房间，所以我们就是啊，私下的在说，互相鼓励，互相鼓励，然后看谁我们能把马老拖下，率先那个踹开马家大院，因为当时马老有点像包揽了国内比赛的冠军，所以我们就是。哎，当时我赢完天元呢的时候呢，体坛周啊就王毅，嗯，还在体坛周啊，对，写过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呢，就是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体坛周啊写的，就是我一脚踹开了马家大院，当然这个是有一点看法，就是说啊，终于突破了马老在国内的一个统治地位，一个统治地位，是是是。而且这次天元赛呢，一个也很凑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是天元赛就是争夺挑战的那盘是赢了张璇的，哦，是赢了张璇，对对对，然后才碰上马小春，对对对对，对，当然那时候还跟张璇还不是，啊，还没有这个情侣的这个关系，但是呢就是关系也不错，嗯，啊，所以呢他就说啊，既然你赢了我的话呢，那啊，那你不拿天元，对，对不起我，对对对，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你天元赛一定要就是啊想拿冠军。这个都是非常就是一盘棋引起的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有趣味的这些话题啊。就是刚才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从续盘阶段长浩那个点被马小春这个手筋一挖，实际上这招棋很简单，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它非常著名所以非常简单，那么它背后呢是非常微妙的心理活动主导的。还有这盘棋马小春九段的打吃，他为什么不愿意先冲呢，就是职业顶尖高手他的内心深处总是藏着那种优雅的和非常高尚高远的那种追求，但是这些微妙的东西在实战当中因为棋形的不一样，有的时候不愿意走俗手，这个冲有点像俗手，对，不愿意走俗手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一个缺点。我想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棋的这个它的两个非常主要的线索，主要的原因。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之后呢我们还有很精彩的话题，请各位棋友呢关注，陆续关注我们这个栏目，谢谢你的收看，再见。飞得更高，狂风